哇，先讲这个好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天哇，居然直接出了四组扭蛋机啊！哇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因为我今天其实比较玩其他的，我今天很想玩小小兵，然后因为小小兵还没讲过，可是要出一个新扭蛋。对啊。那我们就先讲个四组吧，先把四组讲一讲。哦，最大1000呢，好贵啊！上次玩太大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是觉得他应该可以补币吧，对不对？那、哦、我不管了啦，我就是要1000呢、啊。哦，哦，赚回来了，赚回来了，三个赚回来吗？哎呦，中回来了！没错，我就是要这种感觉。